这个美国的这个产权问题哈，就是也是很多人关心的。其实来讲呢，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房子的分类。从住宅来讲呢，最常见的我们叫 house， 也就是独立的别墅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叫 townhouse， 连排别墅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公寓形式的，叫 condo。独立的 house 哈，从产权方面来讲呢，那第一这是永久的哈，第二呢就是说产权它包括你的房子、你的土地、土地的上面，也就是土地的上面的空间，还有就是土地下面如果有矿场啊，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可能性，这些都属于你的。连排别墅和公寓呢，他们有几个共性。第一就是说，您这个单位是跟其他的邻居呢，您是在一块土地上的哈，所以这个产权呢，您只是有权是在您这个房子里面。另外，从房子的屋顶到外墙，还有这个其他的公共设施呢，就是说是大家共享的，所以这个权利要分得很细哈。正因为是很多东西是共享的呢，所以我们要交一个管理费。那么管理费呢，是多少呢？当然是要根据这个管理的这个设施来看。比如说您有游泳池吗？您有没有健身房啊？当然这个价钱不同。